Hello， 妈妈宝宝的读者们，你们好。大家好，我是凯莉，我是全哲。一知道怀孕的时候，其实有点吓到，但是我不小心笑场，所以应该是开心的，对。我会把像是每次产检的超音波的照片都留着，然后我也准备好一些摄影机啊，跟底片啊，就准备好要疯狂拍它了。嗯，你呢？用心记录。我爱你。你好，请多指教。